哎呀，姐夫下班回来了，快吃饭吧。你姐俩做饭了？嗯，姐姐做的。吃吧。可好吃了，咱们家人都爱吃。姐姐说不给你留了，我少吃了好多才给你留出来这些的。你快吃吧，我去看电影去了。你干啥？这不是给你俩吃的。啊，太饱了。哎，小妹别说啊，你姐最近厨艺见长了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姐当年的厨艺，那是两座金山也不换呢。这是老婆，你真棒啊！小妹，我让你喂狗喂了吗？喂了，姐，他俩吃的可饱了。行啊，我这厨艺越来越好了，你们都爱吃，不光人爱吃，狗也爱吃。那可不，姐，如果我不是从他俩口中抢出点吃的，姐夫都没有吃的了。不是给你俩吃的，造孽呀你呀，小妹。哎，你是不是有病？自己有背不可，你是狗话可说呀？狗话可说呀？啊！刚吐完的地啊！我问你个问题呗。那你问你问。你说是野猪凶猛还是豪猪凶猛？我觉得你姐最凶猛。你俩就在屋里待够了，出去快！不要。都怪你姐夫，你要有我姐一半当，咱俩不至于这个田地。小妹，我今天就和他拼了。你说我和他打起来，你帮谁？我帮你啊，姐夫。但是我饿呀，我怕一会儿扛不住揍我。小妹，你记住啊，以后咱俩就是一伙的了。姐夫有钱，拿着，一会儿收拾完他，咱俩买好吃的去。行，姐夫，我正好带钥匙了，我先回屋看看情况啊。去吧。谁让进来的？姐，姐夫诈说姐夫私房钱，我上交。行吧，进屋吧。好嘞，姐，拜拜。嗯，啊，小妹，哎呀，老婆呀，哎呀，吓我一跳，你姐呢？我姐出去贴广告去了。姐夫，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哎，和你姐吵架了，我家出去走了，去网吧包宿了。你姐出去了？我就知道你姐离我不行，贴寻人启事去了吧？嗯，不是，姐夫，贴的招租，耽误出租，水电全免。啊，我。哎呀，这最毒妇人心呐、啊！我才走两天，这败家娘们把我屋都租出去了。哎，租就租吧，反正网吧老板娘单身，可漂亮了。正好借机会，我多去网吧认识认识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老婆唱好听吗？老公，其实我一点都不最毒妇人心。嗯，对，老婆可温柔了。把你腿打折，你指着我照顾你时多温柔。哎，老板。一百张我都贴完了，外面老冷了。小妹，你快撕了，我哪儿也不去了。对，小妹，你去把租金改成年付，你姐夫以后就在医院住单间了。哎，你给我。终究还是我一个人扛住的，所以。姐夫，你把手机给我用一下。干啥呀你啊？用一下嘛，我相中了一款包。哎呀别！哎，姐夫，这1086是谁呀、啊？谁不是？那我告诉你，你别呀、啊！你前女友，你去看看联系你前女友。哎呀，他求我办点事儿就。当时不说发九天玄人是再不联系你了吗？他管我接个电影会员。九天玄人是太敷衍了吧？哎呀，女人嘛，像你姐似的，总说再也不打我了，他哪回他也没做到啊。哎呀，我这有骑士卡、啊、在支付宝搜索骑士特权免费领的，办各种视频会员五折呢，你最爱吃的麦当劳三折起，点外卖还七折起呢。你别告诉你姐这个事儿啊，一会儿我请你吃汉堡。那你赶紧把它删了吧，姐夫咱俩出去吃汉堡去，我怕一会儿咱俩出不去了。那不行，万一还有别的事儿呢，不让你姐发现就行呗。哎呀，他发语音了。过来打。我忘告诉你是我姐装的了。你啊不